小兰姐姐，我来帮你。小兰姐姐，我来。顾志远，那边。小兰姐姐，我家炸的春卷给你带的。 二哥都吃了吧？小兰姐姐，小兰姐姐，小兰姐姐，再见。再见。小兰姐姐，再见。你干嘛呀？小兰姐姐，你这春卷都吃了，春天也来了呀！啊？什么春天？我保证，它很快就会变绿。 小兰学姐，周日有时间吗？我想约你聊聊天。你答应了，那我们约个地方好好聊。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。你平时有什么喜欢的活动吗？要不然，我们去溜旱冰怎么样？不，旱冰什么的。 我戒了。嗯，他去干嘛呢？天哪，天哪，他好像真的喜欢我。完了完了，他真喜欢我，我怎么拒绝他？回来了，吓我一跳。 这么晚了，站在这里干嘛？啥时候买的毛衣？我妈新进的货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不好，特别蠢，谁穿谁土鳖。你说谁土鳖呢？ 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呢？这么冷的天，穿成这样出门，不仅没有审美，更没有智商。